今天是很兴奋的一天，很特别的一天啊！但是我们现在先去教会，慢慢告诉你为什么。看，今天其实怀孕算是第22周啊。那我们上一次怀奥利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办到 Baby January Bill 这个 party。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party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宝宝的性别是什么喽。啊，其实不光是完成看的一个梦想啊，我们两个人其实一直都觉得，我们很希望跟身边的朋友、家人一起分享啊，我们这样子的喜乐。对，所以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啊。对啊，我们生奥利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心里面就觉得说，不管男生女生都好，然后我们都会很珍惜他，宝贝他这样子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嘛。对啊，那可是，一旦知道奥利是女生了以后，就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盼望，说，哎，第二个如果是男生，应该要多好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一次，我们两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点想说，哎，如果说是这个男生啊，如果是 Noah 的话，多好这样子。呀，不知道，我 find out。你准备好要出门了吗？我们要准备出门喽。谢谢。啊，进去，我们进去了。妈过来。他是对的，做的很不错，好味儿。
狸，毛狸，毛狸在这里，毛狸，毛狸小毛狸。妈妈什么话想跟毛狸讲？毛狸讲啊，对不起，以前妈妈一直以为你是男生，因为就觉得想要给爸爸生一个男生这样子。可是啊，就啊，现在就慢慢要习惯是小女生，小毛狸，大家毛狸是谁？妈妈。什么啦？对呀、啊，然后希望小毛狸你还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中长大，要知道爸爸妈妈也还是爱你的。虽然说没有像跟姐姐讲话那个时候讲那么多话，跟你讲话讲很多，但是就是我们还是爱你。哇，虽然心情有点不一样，对呀、啊。第二个本来心情就会不一样嘛，原谅妈妈。说不定，对啊，妈妈就很担心会不会两个女生妈妈会偏心，可是不知道，等你出来之后才知道，说不定妈妈也很爱你，不，妈妈就是很爱你，说不定妈妈也是非常疼你的。